据香港媒体报道，早前凭厕所野战一夜成名的林千羽，近日现身铜锣湾街头，前往为电影《一语一世界》宣传的流动水饭坊。受访时提到同男朋友相处，她自曝喜欢咬男朋友，有时会有推撞，但不会打，我会咬人，咬到男朋友周身淤青，事后我又好心疼，比如他接我收工好开心都会咬，不过现在没有拍拖。据悉早前林千羽疑似与一名高富帅约会，可能在晚饭时红酒喝多了，一时欲火难耐，便拉住男性朋友直奔厕所，两人在洗手间内同处，在这期间厕所内不时传出使人害羞的娇喘声，林千羽更一度说出怕有人要用厕所中断喊咖，表示要到男方家。30分钟后，林千羽走出厕所外，看见媒体守候，大吃一惊，急忙撇下男友匆匆离开。媒体追问该男性与他的关系，林千羽坦诚是男友，并表示担心因此影响他的星途。